今天老刘不和你说天南地北，就跟你说一说我的老家南京旅游攻略。首推南京中山风景区，可以玩一天，中山陵、明孝陵、紫金山天文台，还要去看看美龄宫。海底世界只有海边城市才有，在南京的中山风景区里边，我们就有一座海底世界。这里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，这里也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，这里也是一座大型综合类的国家级博物馆。南京的玄武湖，我们从小玩到大。南京呢又被称为六朝，浓缩于六朝时期所有的文物及文化的相关陈列。你一定要来南京六朝博物馆，进而得最远看到我们的镇馆之宝。白天的南京高楼林立，夜晚的金陵古色古香。说到南京晚上的夜游，大家不要抢着吃油。就在古道一街之隔，有一个老门东，这里呢曾经也是南京老城南地区商业居住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来到这儿的话，我们街头的小吃你是肯定不能错过的。南京有一个传统的小吃啊，叫做黄菜，这里边是半鸡半蛋，你来吃过没有？南京街头的安庆小馄饨千万别错过，不危险，喝馄饨。记得一定要放点辣油，还有烧烤界的爱马仕。是冷家蛇，你就看着吃，因为它的预定周期是一个月，卖什么的估计吃不上。深夜十二点来南京旅行，你这是睡觉呢，还是过去品尝一下全部都是人的小龙虾店呢？这个你当哪个？每日记得一两口，所以我每次晚上十二点都会来一下。南京有很多鸡鸣汤包，但只有这家才是最正宗的。草桥的牛肉锅贴，南京人最爱吃的板鸭、盐水鸭，还有大碗皮肚面、鸭血粉丝汤，太多太多了。南京住哪里？高端酒店推给你，一定选择江苏最高楼。如果你选择豪华红顶房，你可以看见南京北京角，在45楼，你可以看见半个南京。如果你来到78楼，你将看到整个南京。同时，这里也是目前江苏海拔最高的西餐厅。我们还有滨江风光带、岳江楼、南京长江大桥，太多太多了。关于南京的旅行攻略又岂止我视频当中的这一点呢，所以欢迎南京的老铁们赶紧到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更多全国的粉丝们南京你所知道的好吃好喝好玩的。教你一句南京话，哎呦拉油啊。